I believe in the power of prayer. I believe that prayer changes things. Because the Bible says the fervent prayers of the righteous man gets a whole lot done. So let's come into the presence of God, y'all. Just like Jesus taught us to do. He said, pray like this. Our Father, which art in heaven. 万民啊, 你们要听这话。 世上的居民啊, 你们要留心听。 无论地位高低, 或贫或富, 都要一同留心听。 我们的口要说出智慧的话。 我们的心要默想明智的事，我要留心聆听箴言，我要弹琴解开谜语。在患难的日子，暗中迫害我的恶人围绕我的时候，我何须恐惧呢？他们倚靠财富，自夸多财，但我们没有一个 能将佢嘅兄弟赎回，或将佢嘅赎价交俾上帝，因为佢生命嘅赎价非常昂贵，只好永远放弃，使佢永远活着，不见朽坏。佢看见智慧嘅人死去，愚昧人 同愚顽人一同灭亡，将佢哋嘅财产留俾别人。佢哋心里边想，佢哋嘅家必永存，佢哋嘅住处必留到万代。佢哋以自己嘅名称自己嘅地方，但系人不能够长享富贵。佢哋要像灭亡嘅畜生一样。 呢啲就系愚昧人嘅道路，但喺佢哋以后嘅人还欣赏佢哋嘅话，佢哋好像羊群被派定下阴间，死亡必作佢哋嘅牧人。到了早晨，正直人要管辖佢哋，佢哋嘅形态必被阴间消灭。 佢哋再没有住处，但上帝必足够我嘅灵魂脱离阴间嘅权势，因为佢必将我接去。别人发财，家实增荣嘅时候，你不要惧怕，因为佢死嘅时候，什么也不能带走。 佢嘅荣华也不能随他下去。佢在世嘅时候，虽然自称系有福的，而且话只要你丰足，人就称赞你。佢仲要归到佢历代嘅祖宗呢度去，永不再见光明。人享富贵而不聪明， 就要像灭亡嘅畜生一样。